上节课布置的这首歌啊。嗯。第一段都背过了没有啊？哪个？春天在哪里呀、啊？第二段也背。真的呀？第二段背了半个吧。没事儿，我提醒你啊。看着我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里？哎，你没有全，你没有全神贯注的来唱歌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在忙什么？现在你看到没有？一会儿就下课了，所以你注意力要集中啊，要不一会儿就过去了时间。来，嗦咪咪哆，走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把手放下去。春天在哪？青翠绿，夏春里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牛儿唱歌的小黄鹂。哎，小黄鹂，小黄，你知道那个有一种红黄的那种小鸟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哎呀，叫起来特别的清脆啊！啊，这唱的是他啊！走，还是这一句，走。还有那会唱歌的小贝里里，不要乱去。滴哩哩，哎，这舌尖要给力啊！滴哩哩，走。听不见你唱。有那会。好，听我说，你看刚才就是。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。哎，你刚才练声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好，然后你说这好痛好痛。那现在为什么一点都不张嘴了呢？啊，不张嘴是唱不好歌的，实际上是打开喉咙，张开嘴啊，走。春天，哎，春天，你刚才唱的是春天，不是压的，哇，喉咙都，我听着这样的唱歌，我嗓子都痛。为啥？因为太用力了呀。哎，你要用哪里呀？肚子。肚子是力气在那里，但是字咬到哪里啊？歌唱的声音在哪里啊？没心。对呀，那你怎么没做呢？来，你转给我看看。来，看着我，是这样的感觉唱歌，而不是春天啊，走。春天在哪里？你刚才吓着我。春天，好，来走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，小朋友？眼睛里看见红的花呀，看见绿的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粉绿绿，滴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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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哩
好，自己唱了啊。你基本上都能把歌词背下来啊，稍微提醒一下就有了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不要我伴奏是吗？春天在哪小朋友的眼睛里？眼不是眼。眼，你看眼，咱们分析这一个字啊，你要把这一个字看天红花呀呀，听我说，把每一个字唱对，是在歌唱的里面的咬字，不是说话的咬字。眼，把嘴巴张开。眼，春天在哪里？来，春天在哪里？嘴巴张夸张点啊！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哪小朋友的眼睛里？看见红的花呀，哎，这个花好。看见绿的草，哎，草也好。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哇，这一句好棒啊！我先不说你的声音啊，你的状态、张嘴的感觉，就是受过训练的才会有这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这是科学呀！啊，唱歌是要讲科学的哟。为什么要讲？不讲科学，不讲科学，听我说，不讲科学，声带很快就哑了。别说唱歌了，你说话都困难。你要叫一个人啊。那你会很痛苦，是不是？嗯，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难受哦，你说话的人，你哑着嗓子难受，听的人比你还难受。为啥？因为哎呀，这是噪音啊，不是悦耳的声音，音乐是悦耳的声音，明白不？明白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你看你，我也这样上课，我也和你一样这样上课，能行吗？好，你能不能站好了，就像刚才那样，最后那一句特棒，今天这堂课最棒的张开嘴巴就是那一句。哎，来一遍好不好？好的。So be right to 走。春天在哪里呀？你觉得呢？但是我觉得你还可以再认真一点，行不行？好吧，我都给你录下来了，你回家一看说你可后悔了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表现一下？我自己又没时间看。没时间看啊？嗯，看这个课非常重要。你知道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词成语叫温故知新。对，会学习的人一定要会温故知新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没有了，什么资料都没留下，也老师给你录了，你也没去看，你等于没上课。你很上课这五十分钟，你很快就忘掉了，尤其是好的状态，你很快就会忘掉。嗯，但是我给你录下来了，你就会反复的去提醒你。明白吗？再好好来一遍好不好？好吧。
好的，把手放在哪里？哇！哎，是不是不想上了？不是，累了。不想上课，不想上课，打小屁股。啊？还有不想上课，不想上课，在家想一想。嗯。我今天要不要去上课？我要去上课，我就要表现好一点。啊！我要表现不好，我就不去上课。老师就换人了，这堂课我就给别的学生了。老师的时间就这么多，哎，我的时间就这么多。你每天教多少学生啊？每天不一样。听我说哦，你不上这堂课，我就给别的小朋友了，你就没有时间上了。所以你要珍惜啊，好不好？有状态了，你在唱什么？你在唱春天。你现在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啊？春天有什么呀？告诉我。花瓣。花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蓝天白云啊！冬天又下雪又下雨的，天都乌了，乌灰蒙蒙的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春天蓝天白云啊！有的时候春天是下雨。哎，是今年的春天雨水很多，但是现在已经夏天。现在但是我们这个季节，我们这个季节有点那个什么啊，不是很准确。来，对，好，你看到我的脸上长出花来了，走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那青翠的山川里。第一段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。我就弹错了，好，滴哩哩滴哩，这个是个真正的儿歌呀，滴哩，所以是你这样的小朋友唱的，来走，滴哩哩滴哩哩哩哩，滴哩哩哩哩哩，滴哩哩哩哩哩哩，滴哩哩哩哩哩哩。那你没有全神贯注地干这个事儿，看着我。第一段，第二段，走。春天在哪里呀？轻巧一点。春天在哪里？唱的可轻巧了。春天在哪，小朋友眼睛里看见红的花呀，看见绿的草，还有那。上演出，或者你给其他的朋友小朋友在一起演唱，你是演唱者，你一定要全神贯注地表现这个里面的内容，明白不？如果你走神了，你知道别的听众会什么样吗？不知道，根本不听你唱了，你的白辛苦了。你要一句一句给他们讲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，你不去这样去做的话，我们就在旁边说话了，不听你唱完，你等着你唱完下台了，下去了，你说哦，他唱完了，我都没听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抓住我们。你要学会，听我说，你要学会告诉我这里面的话，内容，明白吗？
你明不明白我这个意思啊？明白了，那我说的什么？你说一下。嗯，为什么我得说一遍？哎，我教你啊，你就得会呀。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呢？我就要考你一下，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就把这个内容意思你理解的告诉我，我听听，我看听你理解不？因为要是你老走神，别人就老觉得就不想听，然后就是你上台了。别人就说话了，然后你下台了，别人就是觉得你唱完了，然后他啥也没听着。对，啥也没听着。你知道吧？你要不全神贯注，观众比你还不全神贯注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观众来不是说就听这一个人的，他要听他喜欢的。如果你不注意力集中，你不去好好表现，他怎么可能喜欢你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抓住他的精气。注意力，抓住他注意力，告诉他这个故事。一上来，春天在哪里呀？就是这样的，而不是春天在哪里呀？你还在创造希望呢。你说你还在东张西望，你说观众会不会东张西望啊？观众上卫生间了。啊，不是仅仅是注意力不集中了，他其实卫生间他或者出去打电话去了，根本不听了。那你说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化着妆啊，穿上演出服是吧，费了半天劲，结果没人听，是不是很伤心啊？嗯，对呀。所以那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怎么办啊？是不是好好表现啊？那肯定。是不是好好表现啊？肯定。好的，那给我来一段。我说了这么多废话啊，那你就好好给我来一段，抓住我的注意力。好，就一段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抓住了没有？春天在哪里？哎，好的。春天在哪小朋友？稍微的注意力集中就会好很多，明白不？嗯。